小童话像一番人事变化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。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，我是肖姑姑，欢迎小伙伴们来到农家乐。今天周末我们到农家乐来玩，我要跟小伙伴们说一下哟，这里有一个多肉花园，小伙伴们看，多肉花园，这里有烧烤区、游乐场，这些我都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多肉花园，然后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吧。你们听到鸡叫的声音了吗？特别的有农家的感觉。这块墙特别好看吗？古香古色的，等会儿我要在这里拍一下照片，肯定有那种大片的风格。然后呢，把镜头往那边推。天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吃得来这个吗？你们知道这个叫啥吗？这全是薄荷，这薄荷可好吃了。吃羊肉米线的时候一定得放一点薄荷，看，绿油油的。哇，这个也是绿油油的，我开始以为是蒜苗，看着不像蒜苗啊。这个会是啥呀？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这边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豌豆尖，看，豌豆，怎么没长豌豆出来呀？是因为过季了吗？哦，我看到长豌豆了，看，看豌豆，这个豌豆炒来吃可好吃了，这梨花好漂亮啊。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。这里就是他们说的多肉花园吧，走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晃眼看了一下，感觉好像还没我的好看呢。我把我认为好看的，然后拍给大家看一看。也到今天我们的主题，边欣赏多肉，边听音乐。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。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。